代志这里严重着，安怎样？你来公安报案的呀？啊，因为爱处理有事无心无情啊，这嘛都奇怪，大人呐、啊，啊，我若无来报案，啊，想怎啊你会使？啊，我来讲的啊。你什么人？我骗我的啊！我不管台你妈做同款嘛，挂在外面偷情，这是乌言乱语呀，无代无志来跟我讲，你先讲什么意思啊？我先真讲的啊。老老爷，现在尸首在哪里呢？已经埋葬了。你说到，伊被人所害，也来本官要开棺验尸。喂，个开棺验尸个老鬼。做啥物？大人啊，这查某囡仔毋捌看过世面，大人关验尸领当叫，伊哦一定是惊着啦，所以才胡言乱语。其实我嘛是无赞成开棺验尸，因为人死死一摆已经真可怜。验尸等于是死两摆，对死者来讲是真无公平，所以我无赞成。相信，也来本官听你到位，分明你就是心虚。是安怎样因靠家丁讲我心虚？凭我作证，冤魂也开口，所来控告你的罪行，敢讲你无来招认抗经是？冤魂，哪来的冤魂？本官叫出官人，伊哩对酒就是敖世金，敖世金，敖世金。张夫人，方才你已经将你案情说得清清楚楚了，有三条命，口供在此，你准备话口供来。你拄则有讲啦，方老爷嘛是你害死的，不要紧啦，你一个害鬼班啦。先生，我拄则拢已经吃，罢了。外孙是好我所生。我有中正气，既然案情清楚，三人听判来。本官就做宣布，三人秋后处决。真多真多声，真多真多声，伊暗所做去文夫，这一面。